我是澳达房地产的 Gar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olly。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公司在五月份完工的一个 project。Let's go！这个 project 是 Adelaide 的西边，距离 CBD 大约是 4.5 公里左右，刚刚好在 CBD 和 Handy Beach 海滩的中间，地理位置非常方便。整个 project 一共有10间三房的 townhouse， 这个 project 在未起好之前已经卖完了，等我带大家看一看间屋入面。楼下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和一个好市政的客厅，分区式的中央冷气系统，再加上现代式的厨房设计，星盘、焗炉、煮食炉、抽油烟机，通通应有尽有。上到嚟楼上嘅主人房，穿过衣帽间，我哋入嚟睇下主人房嘅浴室。双人嘅洗手盆加上特别订制嘅镜柜，好细好用，美观又整齐。2.7 米嘅楼底，再加上全屋嘅 LED 灯。厅嘅另外一面系另一个浴室。附近仲有大型嘅 shopping centre， 生活非常之咁便利。呢个 project 咧已经全部买晒噶啦，我喺呢度咧首先要恭喜所有嘅准业主。希望他们可以順利地 settle， 順利地入住。有興趣是 Adelaide 買屋的朋友，我們公司還有很多不同的樓盤，如果你有任何關於買屋或者是買屋的問題，都歡迎你隨時聯絡我們。